听说这间飞镖店有传一传二传三传四弹的宝可梦可以打，一起来看看吧。这里环境真不错哦，各种机台都有耶。我们一起来看看会遇到哪一弹的五星吧，呵呵。卡比兽还看不出有什么，先来打一场看看。哇，三颗大奖！四星水箭龟和四星甜美冷后，突然跳出外星人。超级球抓不到，咕咕！快投一轮，看看有没有其他五星。结果揭晓，这是你的吗？太好了，我的宝贝币了！选择小米。哇，可爱的小梦幻。第一场没出现小梦幻，第一场的精灵球之力。双五星耶，一定是仙雪梦幻呀！来个草喷吧！感觉没有。好久没有看到这只小可爱了。是超级球。他跑好快。又是梦幻大图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梦幻的招式吧。精灵球又跑掉，连续大图。
还有好久不见的月亮伊布。梦幻又逃跑，把月亮伊布抓下来吧。继续加油，两只五星都变小图匹配不错哦。野生的宝可梦出现了，去对战被捕获了。来吧，派出你的宝可梦化石间，把摇摆球向前推。太好了，是超级球。交换大数不出来，呵呵。又一次双大图。没有找笨。经过好几场的时间，梦幻躲起来了，但又出现了。哇，有闪亮亮的果实大草，四星一只。抓得有点累了，好想回家，呵呵。一直都是精灵球。求之力，两只五星变成小图了。我们来选一星利用路吧。
哇，竟然抓到了，可是我小心抓梦怪呀。继续抓梦幻，加油！是高级球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呢？太开心了，我终于抓到梦幻了，耶！别走开，后面还有抽奖影片哦。开始抽奖了，我们先来抽外星人戴欧吉西斯。恭喜！我们再来抽四星黑鸭露莎，恭喜！最后来抽 Lucky 喷火龙，恭喜！请得奖者三日内私讯我们，FB粉专会联络者，试图放弃资格。